师傅说，刷到这个视频绝非偶然，你的逆风将要散尽，财运即将来临，请做好接纳财气的准备。一，财不入脏门，福不润浊人，洒扫门庭，沐浴更衣。最后一点，不要久居室内，要信心满满地走出去。记住，在扶摇直上之时，莫要忘记帮助过你的人。